咱的关系需要绝对的互相信任。 咱的代志绝对袂影响到我的家庭，这真正是咱的最后一次啊！一切都要结束啊，我当然嘛会珍惜。张震南，你真正要走？什么？什么？停啊！ 外面的对手，是伊。玩弄啊！究竟两人是什么关系？让我们一起看下去。老婆，袂当阁想啊，紧起来。较早我叫你老婆。 你讲的话，我是不是八公斤？今麦我甲你知呢，你拢无爱甲我查，安怎？是嫌我老啊，还是嫌我身材走精，还是你变心？哦，你袂记今日什么日子啊？哪有可能袂记？夜会结婚，所以咱要等去调查工，每当等我就时间，我电话靠等你，顶起。 教授好，在外口袂安尼甲我拍招呼，所以我就来内面找你啊。你背后的伤痕，敢是师母的？没有，没讲。我的朋友拢讲你很帅，是天才。咱什么时阵搁出去耍啊？ 等我话有错，就是让人抓袂到，就愈让人更加想要把握。教授，师母真正拢无望你是好。你讲是要从啥？师母人你外口啊，等去找伊，甲话讲清楚。 我讲过，你袂安尼闹。伊知影，我都无法度闹啊。我就是无想要互伊知影。你袂记得啊？你答应过我啥？我会记得。伊若是知影你的需要，咱就无需要安尼唔压压，安尼较方便嘛。你唔听我的，我就甲你当听。 我的火力论文写袂出来，身等没有办法升上去，胯下开始擦。我是不是跟你交流着？我好，我知啊，我今天跟你交流着，您继续，我等下再过来。啊，对啊，我无骗你哦。 采用运动知识、多元成家知识、采用运动知识、多元成家知识。咱有两点半，即马是2:35，你伫倒？5分钟尔，毋是5分钟啊，大惊小怪。 咱的关系需要绝对的互相信任，我必须要确定咱的优势你拢有做到，我才能放心。<笑>原来你教授因大外表之下，有一个老古板的个性。<笑>你敢讲你的教授是老古板，上辈当不得。好啦，我也快袂阁迟到。 甲你教是一个后盖，你才会乖，嗯。
今麦学生拢唔知虾米叫做尊师重道的对啊。迄个看状况啊。昨昏我阿你陪我出去，你拢唔肯。应该才是出外的人，是你才对。我哪有可能逐天陪你？阮某会气坏。我记得咱讲过，咱的代志绝对袂影响到我的家庭。你嫁的人到底是啥啊？歹势，这我袂当甲你讲。一定不管是啥，总共一句就是我袂够好，你才袂介意我。唔是安尼啦，你的外表甲你的个性拢真好，只是，我无都介意你。是安怎无法度？有啥物理由讲出来听看卖嘛？因为你是查某囡仔。啊，无咧。我介意查甫的，我对查某囡仔无反应。我自细汉就安尼啊。哎呀，你真正想要超过啊？我唔敢相信你是这样无骗的人。你够绝了，我会当接受。啊，不过你更惊，我会跟你告告你。就编这款理由，在我面头前假装出轨。我无假装出轨，我讲的是真实的。我唔相信，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小叶，你给我。你敢不是张教授迄学生啊？你现在最好，我喜欢的是男人。我现在有宝有子，就算更加不甘，我也是要放手。不过我跟你之间的感情，我永远没办法。一个产学计划，朱林教授希望我能主导，跟一个国际导演合作一个舞台剧。不过，这个舞台剧的内容是难难的，我唔捌有这个经验，所以就请伟哦，教作为体验这款特殊的感情，希望有一个新的创作火花。
即马有母有囝，就算佮唔甘，我也是爱放手。不过我佮你之间感情，我永远拢袂放袂记。等下，就算是咧办戏，那你现在要创啥？因为我们要排练这场戏，所以这段时间你两个安尼头来暗去，就是为着要拍戏。你是安怎无爱跟我讲？你是安怎害我安尼误会？这确实是我唔对。不过，我原本是想，这戏内底主角嘛是安尼温婉甲热情人，我就想讲，照安尼做，会用体验主角的自私甲痛苦。是啊，所以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教授，我甲教授之间是清白，教授绝对不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代志。那安尼教授，我的任务完成啊！辛苦你了。